搁一夜。人生亲像是电影，一幕一幕啊伴，行过路无着的风景，有时精彩，有时假假的惊吓。新的故乡，一笑搁一笑，人生悲欢岁月，何必盘算过岭？有时爬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啊行。他是我爸，叶清扬，嘉义高商的珠算老师。为了贴补家用，平常除了在学校教课，其他时间还要在家里教补习。下一个准备，两分钟，开始。嘿，英佳，你们讲什么菜好啊？等我给你准备好啊，随便旁去啦。我是要请人去哦，怎个叫人生草？啊，不是讲大汉要倒转来，我就加煮两项菜啦。唔免啦，有够食就好啊嘛。讲到这大汉的哦，我都头壳疼啦。阿爸阿母哦，想要上天啦。家己生啦，免怨叹。你爱教书，我搁爱照顾哦，这顶细汉的。唔只爱拜托你阿爸阿母，甲咱照顾大汉的。总共一句哦，是咱亏欠伊啦。啊，是亏欠啥啦？伊的命上好啦，食好穿好，搁平摊读册哦，搁唔听教示，我看伊是无希望啊啦。听好，伊还好好读册，知无？嗯，好，乖。嗯，志忠嘞，还要转啊？还是搁走出去转啊？你着爱特别注意啦，唔通以后甲大汉的同款嘞。好啦，卖搁念啊啦。哼。爸爸就像算盘一样，把我们的生活也变成规律的排列，精打细算，唠唠叨叨。哎，要送过来了吗？我偏偏不喜欢太规律的生活，也不喜欢被绑得死死的。写完了呢，就可以先举手，预备，开始。成绩退步遐尔济，以后若无就考好大学，你一世人吼就扣教啦。为什么爱读大学？阿爸无太大学，就会当做老师啊。我大汉以后做老师就好啊。你阿爸是因为日本时代无法度读大学，伊希望栽培恁大家吼都可以上大学啦。啊，恁大兄哦，让伊遮尔失望。
你即马所有的愿望，拢伫你的心上呢。啊，你搁有小弟小妹，你要做好榜样啦。好，现在时间好难哦。对啊，好，你想好清楚，想好清楚，才能吃饭。你好，咱来吃饭。第一公做皇帝，第二公做老爸。金姐，你若是有听话哦，都被拖到这当村在吃饭啦。做人老爸啊，就是爱做牛做马，日拼暝拼，拢是为着栽培囡仔大汉。是安尼啊，一代传一代，以后你大汉嘛是同款爱做人老爸，你也比我搁较厉害。搁较贤趁钱，安尼你的生活才会快活。你若是无读大学哦，你就趁无通食，知无？所以从即马开始，你就要准备初中的考试，目标前两个志愿，第一个省立嘉义中学，第二个县立嘉义中学，就只有考到这两间学校啊。你才有大学通读。如果考袂掉咧，甲你诶学生同款，读中学会当无？袂用咧啦！你也知影，我遐诶学生哦，因以后都敢若会当替人计较，做会计，代志多哦，搁趁无钱啦。你爱较拍拼，你爱做医生，安尼有社会地位，钱嘛趁较侪。所以哦。你一定要认真打拼，一定要考掉，知影无？来，加菜。其实不用他说，我本来就很崇拜医生。阿嬷，你来啦！我在啦，我在，你来接啦！阿嬷，你来啦！阿嬷，过来。有醉吗？你不是我醉吗？哦，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。阿嬷，我看哦，爱带去看医生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我连麦阿姨来给我医生看，我先换衣裳。哦，你来接了吼，阿爸带你去看医生啦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哎呦，唔敢唔敢，哎，春天呀。林妹姐，甲做一当车吼，啊开一下药啊，啊就较好啊。多谢，林妹医生甲你治，好。来，我来注射。林妹姐，好啊哈，做好啊哈，啊稍等下就较好啊哈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医生帮我解除身上病痛的时候，让我觉得他就像神一样，好伟大。唉，拢是咱生命啦，一个句哦是天好，啊一个句是你，啊逐个月啊拢爱去看医生。你阿爸哦赚搁较侪，嘛无够恁开啦。你讲的嘛是真的啦，逐摆去啊都要付200块。我都要收啊，才要学生教一个月啊，才赚得起来。安尼看起来哦，也是医生较好赚啊。妈，我感觉医生足厉害，会当救人的命。我以后一定爱做医生，救别人的命。妹啊，你有这个决心真好。安尼我所有开的钱哦，拢有够搭了啦。辛苦啊。辛苦哈。
开始。加一上一，加二上二，三下五除二，六上一去五进一，七上二去五进一，八上三去五进一，九上四去五进一，十进一。加一上一，加二上二，三下五除二，四下五落一，五去五进一，六上一去五进一。西药较来，中药较温和，啊，若用中药来调理吼，啊，这身体较好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我这钱。三、四。四、三、四、五，好的。21块。哦，这个、哦，哎、欸，凡是几天才儿童哦，后面哦，五、这个就吃不完啦。头家哦，搞糊涂啦，哪有遐厉害啦？恁两个啊，过一考无及格，安尼袂用的，继续考，吼、哦，一定要考到及格。你即摆阁考了三条，吼、哦，考这三条。啊你，考头前迄两条，三分钟的时间，开始。饮茶啦，多谢。志忠，你来了。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碰算盘，虽然是第一次，但算盘好像早已经认识我，一个个爬上我的手指头，不需要我的命令，自动自发。咦，我是讲因啦，不是讲你啦。我爹好啊。甚好啊？那有可能？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是不是遐尼啊厉害？你慢慢做，我连麦来看，好。好。来，找爸爸吼，走走走，哎呦，走。爸爸。爸爸欸、你叫什么？哎呦，我就是讲吼，一个天才儿童，敢若就爱做奖卷，我想讲，我们先来试看卖。拜托姐。因还阁细汉呐，哪有可能啦？无试看卖，哪会知啦？来来，咱拢来。哎，拢起来。哦，你真正食饱收银的。开始算。想要甲你好好栽培，也毋过恁二兄哦无师自通，足厉害呢。我无甲教，伊就会晓调算盘，而且呢调得足好个。恁以后我甲恁二兄学，知无？好好，卖算啊！去楼骹洗身躯，紧。好。
去去去。志忠今年有应该有十岁啊吼，差不多，拄好满十岁啦。我本来啊不爱行我这条路啦，啊想袂到伊竟然有这方面的天赋。一定哦是真着你啦，他是讲哦，你会当家栽培，安尼上好啊。别项啊我无法度啦，食算我啊我是专门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家栽培啦，只不过。我是咧烦恼，伊将来啊，袂用个囡仔会晓拍算盘，伊也是爱去考初中啊。哎，将来的代志搁遮尔远，一步一步来嘛。而且哦，伊也毋是袂晓读册啊，只不过是爱佚佗、散散啦。啊，起码知影哦，伊一项厉害，他也无半项。哎，暂时啊，就予伊教我遐双子学生啊，同齐上课。伊若肯好好学呢，明年我着送伊去做鉴定考试，考虑级别啊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实在是有够厉害，咱家啊，总算有一个啊，会用个好好甲栽培啊。哎对啊，叫志忠出来。哦，好啦。志忠啊，志忠。爸，哎，志忠，来，阿爸给你买一个新的算盘。从今仔开始呢，你就教阿爸学生啊，同齐上课。哇，是新的算盘呢，多谢阿爸，会当写我的名。当然啦、啊，大来给写起。志忠啊，一定要好好学啊！以后你的名呢，就亲像这算盘同款，愈叠愈响。当爸爸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。我决定要让爸爸以我为荣，我会努力一直让他笑着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接受所有的安排，背口诀，上课，考试。来，你看。哇，这不简单的呢，搁会上报纸。诶，助产协会会长啊，亲身甲我讲啦，讲志忠若有想要读高职，会用个去因个好好读。是为虾米啊？就嘛知，安尼哦，较有面子。因搁讲啊，若是志忠有法度考到因个学校。因为上一节大算盘，那么好。哎呦，人讲哦，生囡仔歹势啦，啊，志忠以后哦，若读商科，将来一定会赚大钱的。读商科哦，无可能啦。我已经讲了真清楚啊，志忠啊，都要读大学做医生，伊的能力啊，绝对有法度考条大学。所以志忠，你一定要先考虑去省立嘉义中学，还是县立嘉义中学，知无？
一定考会着的啦。应该是爸爸太高估我了，还是我太贪玩呢？不用功，有一次数学考试不会做应用题，居然考了20分，少一分打一下，屁股挨了80大板，真的有被吓到。回到家还不敢讲，因为讲了以后还会再挨爸爸的打。我相信不止笨蛋需要用心用力去教导，天才也是一样的，只要稍微有松懈，天才也是会变成蠢才。经过这次的教训，我乖乖地听从爸爸的督促，初中考上了第二志愿县立嘉义中学，高中也顺利地考上第一志愿省立嘉义高中。慢考慢考，来来来，妈妈笑哈，妈妈笑。听到听到，不用我考啦，至少我得困着嘛，连麦过去读册啦。乖乖乖，啊！快给对我们家来说，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比大学联考更要紧的事情了。你猜一个字。瓦西阿米哦，你想考我？我知影，就是免吼，你想免考大学吼，哈，你免想啦。哦，哥真厉害。没啊，你以后也要读大学哦，跟哥哥一样好不好？哎呦，阿妈，你睏，明仔早起6点就起来。爸，你是倒位啊？我到北医啊。哦，规模拢真新。爸，嗯，啊你，从我来北医创啥？
甲请起。你哪有这個？我共借的啦，啊无敢要共偷摕哦。你放心啦，我有熟识啦。来，紧请起。啊，你搬戏哦？别人一直甲我看呢。请起来啦。好啦，行好啦。拜哦，真有医生的本事。爸，你莫乱啦。乱啥？行，行行。哈，要去倒位啊？爸，就是讲神经病，等你放尿去关啦。没啦，都爱让你穿的，让你惯习。以后你再记条条啦。行行行。是要关习啥？我来讲，你大学联考啊，就要到啦。以你的能力，你绝对有法度考到医学院。我爱你记的啦。这是阿爸的心愿，咱爷家一定要出一个医生啦。爸，用讲就好，哪会这么麻烦？哼，这你都不知影。有人甲我讲啊，有一个学生啊，考到医学院啊，结果啊，伊未惯是这病院内面迄消毒水的迄味啊，结果伊放弃啊，安尼毋是足无采工的。所以啊，我爱你两扎习惯这病院内面啊，迄所有的气味。以后有闲哦，我会较常要带你来病院行行看看。啊，你实在是哦，你行头。哦是。安尼敢有怪怪啊？做的时阵哦，较咸的哦，啊做这种一个人食好。你嘛足奇怪呢，连面哦是不爱给伊食，即马哦是干那要给志忠食。唉，啊不过哦，会当给你的亲人专工去买补品，是足无简单的呢。我看天要落红雨啊。饮一个心安茶。爸，你哪还袂睏？你唔免陪我到遮尼暗啦。袂要紧啦，你好好读。还佫啊，这心安茶真贵哦。我家仔啊，中药店的头家看你有着，半卖半烧送的。啊对啦，咱下下到迄个廖阿叔，伊迄个大汉囝阿良啊，听讲是读齿科的。哎，这齿科哦，嘛真好赚钱呢。爸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考掉医学院啊。安尼就好啦，家己猜一丛，较免咧看别人啦。好佳哉，有你替我出一口气。爸，你予我感觉压力足大呢。放轻松，有头壳啊，免惊无西无通治，啊？加油啊！你好。太细啦，啊，都厝内面囡仔侪哦，足吵的啦。啊，今日咧哦，读册读袂落去啦，所以叫伊来遮读，再拜托你。好，无问题，请。哦哦哦，多谢多谢。
志忠。哦，爸。考试的时间愈来愈近啊，有把握无？要小心啊，佫毋知影枪支伫倒。枪支我已经有啊，只是毋知影拍出去会准袂。一定会准的啦，台台医学院一定对的。你无听人讲，种草发草，种刀出刀，啊！你遮尔啊拍拼读，一定会对的啦。来来来，谭小姐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除了公立的、私立的，拢免讲啦吼。你着知影讲，咱家的负担遮尔重，你还佫有弟弟妹妹，因需要栽培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嗯。这台面哦，是25,500啦。行到庙顶啦，我一定要摕出票你哦，甲伊做一摆输赢啦。哎，小等你啦，你敢真正要安尼做？你想好清楚呢。因哦，毋是普通的补习班呢，因是保证班，因是讲哦，保证考上医学院呢。我嘛是足唔甘的啦，25,500呢，唔是250块啦。我教算盘教10几年啊，我从来都唔捌听过啥物保证班。实在是哦，啊，唔知影讲哦，迄钱是应该开。过来再叫志忠。啊，不过爸，学习费遐尼贵。你若是我着考到医学院哦，搁较贵嘛，计达达。知道，嘿，哎，人讲啊，有牌有保庇。那，这是我专工去孔子庙替你求的智慧笔。今嘛讲啊，毛笔啊就可以代替牛毛了。爸，太迷信了啦。嗯，以前我拢唔捌，今嘛才知影讲啊，有足多人啊在求功名、求智慧呢。好佳哉！我反应紧，咬卵，才我着抢着一支啊智慧笔啊！哈哈，你偌侪人在抢啊？
你看，你身在扣破啊！你才知影，足凶的哦。你一定是吼比别人更加凶，才会唱会着。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为着我后生的前途，我哪会用个软心呢？你莫甲我笑，我这算是小可代志。恁以后出社会哦，你才知影讲哦，有足多人哦在抢食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打拼读册，以后啊才袂抢输人，知无？我知影，爸，我一定哦更加打拼，才袂让你失望啊。看下来，我来挂炮。啊，就还袂放榜？你遐尔确定哦？你放心啦，我家己后生，我上了解啦。伊安尼规路行落来，我看下先啦。不管是学校的考试，还是补习班的考试，迄成绩哦，拢足悬的，妥当。感谢天公伯啊，咱业界总算出一个医生啊。对吧？输人唔输阵，输阵歹看面哦。连咩囡仔拢甲叫，啊出面隔壁啊拢招招来，同齐来闹热一下。还佫有无？这炮啊，我来点哦，唔通甲我抢啊？袂啦，袂甲你抢啦。我来摕一杯。哎，赵浩瑜、赖李年、张永明、林威廷，以上是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录取名单。我来给你加水啦。妹，陈志忠回来，看伊安怎甲解释。哎呦，你唔通这么歹面相啦，会互惊死。千算万算啦，无值得听一话。你莫安尼啦，志忠去好好提成绩单，你今摆哦的心内一定足艰苦的，你唔就甲安慰一下。无需要啦。都跟他差那一点点啊，伊稍微拼一下就起嚟啊嘛，差一点点啊，那一点点啊，哪里？爸，我也是会当去做医生啊，只不过是你实在是哦，足无采工的啦。隔壁阿青啊。你说，把某可比咱志忠较悬啊？你看，赶快起来放炮啊！咱志忠哦，受苦条呢，你莫遐尼啊计较啦。你唔是讲输人唔输阵，咱志忠哦，受苦着大学啊，啊而且炮啊嘛买啊，无放哦，唔是真可惜。志忠，来，跟妈妈道啥讲来。爸，我是真正想要做医生啊。你实在是让我真失望的。来，来放炮啊！哦。阿
爸！莫安尼啦，你是安怎啦？办哪安尼啦？你即马去庙，好好检讨，好好反省，无叫你转来，不准转来！你去小心，你安尼做，会迄囝着厝边头尾呢。无得靠，因会去报警啦。为着一个联考，阿爸阿囝安尼比拼，敢有迄个价值？啊，会读册无读册吼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就敢若亲像吼，镜头啊伸出来，有长有短嘛。无唔对啦，每一个囡仔拢无共款。就亲像咱的大汉囝，伊毋是读册的了，安怎甲勉强拢无效啦。要毋过自动无共款，伊有能力会用个做到十分，咱做爸母啊，就是爱甲斗相共。啊，若无以后伊共款会怨叹啦。啊，自动是遐尔乖，万项代志拢听你的。啊，考试是考运考运嘛，哪会去怪伊啦？吼，啊，若每一个人拢要靠运气哦，安尼要奋斗啊，逐工做点仔事，看天底吼是毋是会落金条落来啦。伊毋是无考到大学呢，一个珠算神童，互你讲到好，无一块好诶。为着吼，我讲袂赢伊你啊，你即摆着去庙诶，甲志忠带倒来啦。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我有甲庙公交代，会替伊准备案等啦。即、這个时阵啊，互伊一人踮咧庙诶检讨者，也是好诶啦。是要检讨什么啊？考试都已经考过啊，伊嘛有考掉啊。伊即摆想来哦，一定足艰苦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去甲带转来好不好？人生的困难哦，本来就是一缘搁一缘呐。伊即摆就是爱学会晓面对失败，感受迄种痛苦。将来啊，伊才有能力解决搁较大的问题啦。你牺牲这么多睡眠，花这么多力气，阿仔，庙公伊才有讲述，伊问我是安怎会奈安尼啦？我来讲，伊就要抢伊支啊智慧笔，惊着笑到要死。伊讲啊，这就亲像目睭看到鬼，脚去踏着火，实在无这个必要。咱人啊，爱相信家己，较赢相信一支笔。听伊安尼讲。是有道理啦，只是啊，我甲讲，我毋是毋相信我家己囝，我也是要让我的囝知影讲，我这做老爸，毋但是干呐出一支嘴啦。你咧想讲，我无可能踮咧边啊拍台，所以咱即马是做伙，同齐来拍。这呢，就是一支笔的意义啦。Yeah.
讲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都跟你讲过啊，私立的哦，免少想啦。妈，我真正是要做医生，妈是要完成爸的心愿。跟我斗相共好不好？所以哥哥，你真的要去台北读书哦？对啊。那回来要带我去吃外省面哦。既然咱们有人，当个室友。哎，遭小偷了！遭小偷了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都在家、啊，整个下午都在。叶志忠，你在这里干嘛、啊？我想，是你当我的补习老师。啊？又是高亢，又是低吟。